那平常你私下生活一般在干什么？我发呆，因为我一言不合就发呆，我经常讲这个句子。你发呆在想什么？就啥也没想就发呆。对，啥也没想，就是就空荡在那儿游荡，对，然后就看着一个点发呆。你也没现在没让你发呆。带入状态。哎，马上给他打断。发呆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音乐的灵感啊这些？音乐灵感不会，但是有时候我会自己练吉他的时候他就会来，但是就是不是很厉害的那种，因为我完全零，就是没有想过什么东西去搞好它，不然的话就飞走了。或者是做梦的时候啊，这个有，有吗？这个、有，你也有。做梦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有一段旋律，然后起来以后第二天就忘了。对，但是我有一次梦到，就是有一个场景，就是合唱的歌曲，有一位男士，有一位女士，然后他们唱歌，唱的我都哭了，但是我一醒来就忘了那个歌曲，但我是没有听过的。可能你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这个场景。是的，我也这么想。